千妍希，我是本周 TVBS 周刊的封面人物。我的新专辑 Me, Myself and I 5月10号在全亚洲会同步发行。那这张专辑其实我真的筹备了非常久，这些年在拍戏的空档，我只要有时间比如说戏杀戏完以后，就可能会跟一些会玩音乐的朋友们一起创作。其实这张专辑已经有点像是我个人的日记一样，有点像是陈妍希个人的电影原声带，就是记录我这些年我生命中发生一些对我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那里面写的不只有感情，也有写给家人的，写给朋友的，然后我还特地写给了一首歌，献给我所有的粉丝们，那首歌叫做 Beautiful， 就是献给所有最美丽的你们。那我不会说我是真的有多厉害的歌手还是怎么样，可是我真的是很诚心诚意的用我的生命，就是我试着很诚实的把我的想法，把我的情绪分享给大家听。那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我都希望你可以从中感受到一些什么东西。TVBS 周刊，我的时尚生活周刊。